六个御剑可以，其实六个御剑就那啥呗，可以玩，四个也能玩，六个也能玩，一样的，差不了太多。我六个那刺客也打不过，我四个也打不过那猎人，有没有？我都一样。想拿两个利伤镯，莫甘娜塞不了，打个功能，那是我莫甘娜没删，我莫甘娜删了，他要能打得过我，我去吃屎。月神，什么监狱都关不是这个月神。现在这版本里要妮可，要不然三星还是有点困难的。先输一轮。最好给个吴亦凡月神，我就吃鸡儿了。只要能给吴亦凡吃鸡儿，左边拉满鱼丸送给你们。每一把你们都不会上当，好吧？左边 2.5， 别着急，给个吴亦凡直接吃鸡儿。逼我都不吹，就直接就吃。版本最强无对手阵容，天选月神吴亦凡，你不信？你不用不信，你敢不敢给我吧？你让我，你为我祈祷吧。那没有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那没有，我也没招。没有，那就没办法。先拜两轮。哎呀，没有硬地呀，能地出来不硬地？吴亦凡不强啊，实在没有，咱就换一个吧。这把可以玩狐狸。没有的话不能玩，没有的话，那个四星攒不出来，不厉害，得要四星。差一点，这俩咱就不拿了。防止下一波亚索与这个小绿人出来啊、哦！防止月神吴亦凡，月神塞拉斯也行。天哪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快来吧，仙灵！给了一坨狗屎，这怎么玩啊？这我们先来个春哥。没有吴亦凡，我们就玩狐狸。
我日妈，这都能赢啊！我是没想到的，我都没想到这能赢，我都没想赢，我真都没想赢，我都是想输来着。锁着甲吴亦凡没用啊！这波我们拿个大腰带啊！腰带有人要吗？腰带？哎呦我操！我拿这个，大剑不让人拿走了吗？大剑，那咋办呢？你说，吃把鸡儿吧，要不，嗯，我们吃把鸡儿吧，直接吃他一把鸡儿。说句实话，我本不想吃鸡儿，但是实在是来了个豆子，我不得不吃。而且这把玩吴亦凡的，他有点多。天要我吃鸡儿，我不得不吃，兄弟们。没办法，运力了。哎，我上福星也能赢现在。我现在就上福星都能赢，我都不用上月神。我拿着吧。哎，他这么猛，那算了吧，早知道我上点装备了，老子吧。谁说他这么狠呢？怎么喊成这个样子？哎，我上点装备好了，我上点装备他打不过我，我没上装备。他日炎。给把大剑，我们就起飞了。看来我们降落了，
看见没？连我发射去出去的东西都是爱你们的形状。阴影。连我射出去的东西都是爱你们的形状，都是心形。对不起，灭火大师来了。阿杜跟美暴击呢？我让人给灭了。哎呀，没暴击呀，怎么不暴击呢？简直了！那背不暴击是怎么回事呢？放这边来。这是玩月神斗士猎，你看看我底下的英雄，你再看看我上面英雄给的装备。你就应该能明白到底咱是玩啥的。哎，这位怎么老是打一下打不出来呢？哎，好难过，我要死了。大剑呢？大剑！靠！大剑在哪里呀？完了，兄弟们，完了！四斗三月神，哎，真垃圾啊！你这后边架子是空荡荡的，哎呀！晚点我就给他摆一摆，行不行？我给他摆一摆，看着空难受啊！我给他摆一摆，我给他摆满，摆满个架子还不容易吗？完了，我们要第八了，兄弟们，这把七级得全地了呀！这，哎呀，这把可不太顺呐、啊，不太顺当啊！这可不太顺当啊！这我有点接受不了的。我要个塔姆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这可不太顺当啊！这
这我有点接受不了了。这把可能要第八了呀，能第八的局儿，我就直接跟你们说能第八，你看着没有？基本上不带错的，基本上能第八了，我们坚决不去争这个第一。这玩意儿讲究一个顺与不顺的问题。如果现在给我来个狐狸，下波选秀给个大剑，那我就坚持。最好能再给来个天选剑魔啥的。大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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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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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大剑大剑，刷新重装赫卡利姆，哎，不要不要，这不要啊，这不要，这不要，刷新刷新刷新刷，以我们的装备拿寒冰只能是慢性死亡，兄弟们，只能是慢性死亡，所以我们坚决不可以要这个寒冰，给他撇了，狼人也给他撇了，看不见。你说去哪？没有狐狸我们就地吧，哎，没关系，卡西奥佩亚可以用，给我瞪他。这也应该能打过吧，你不会连一个传送门都打不过吧，啊，你给我死，主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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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，主力主力大哥，主力大哥快来啊，主力主力大哥赶紧的啊，哈亚库 quickly， 主力主力在哪儿，主力呢，好，主力来了，别了，好，主力来了，起飞，差一头老母驹，主力来的穴位有点慢啊，但也是可以用的，
腰着，腰不不要了，腰着，腰着先下了吧。哎，我腰着有几头？腰着挺多呀，那分女儿不要了吧？这把分女儿不要了。别好，如果下波给我来俩狐狸，我向你们保证前四已经稳了。如果没来，那我们就只能第八了。啊，第八已经被人预定了啊，第八已经被人给预定了，兄弟们，第八我们就不争了，好吧，不跟这小子争了。狐狸我也不求三了，给个两个的就行，行不行？我也不求三了，再给一只就行。再给一只，再给一只，再给一只就行，再给一只。老母驹，老母驹可以要，剑魔可以要。这一星的有点多呀，这一星英雄可是有点多呀。哎，蛇女天选跟不天选差啥呀？给我吃了，妈妈咪呀，重装比秘术重要，那可没有。有没有狐狸？有没有？操了，全是对儿，对儿个狐狸吧，对儿个狐狸吧，大哥呀，对儿个狐狸吧，求你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人要没了，求求您了，求求了啊！快求求了呀，这家伙的。别的不说，狐狸二的我至少能给大家保证不第八。实在是对的人他有点多，一把锁了，他锁不住，他锁个屁，他早呢，两滴血他能吃筋，我能吃屎，对，多给点钱，给个狐狸，别对儿了，给点高费的吧，行不行啊？哎我操了，真难呢，真难呢，真是没法玩啊，这一刀没，
真没有啊！哎呦我操！我放弃了，爱来不来吧，让我第八就第八吧，啥也没有，呵呵，啥也没有，这么地儿吧，第八就第八吧，多大点事儿呢，谁还没被第八过呢，真是，哎呀，第八就第八吧，没关系。咱也不知道那红利都哪去了，底下给我对了一群，给我对了一片，我要那么多对干什么呢？我要这些对跟我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那炸人都不掉血，你说？聚聚，我们第八，真他妈的气人呐！哎呦我天，有时候这玩意儿确实气人哈，确实有点气人。那妮蔻就搁那放着呢，咱也不是说狐狸特别多吧，那倒也行，那一个没有了，一共。